胖胖虎，嗨嗨嗨嗨，来订阅喽！大家好，今天是我的生日派对，但是为什么我的朋友都还没来呢？大家都说他们会来的。我想我要自己来玩字母拼图了。哦不，我的字母飘走了，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去找回我的字母吧。爸爸，你有没有碰巧看到一些字母呢？看看那边的托盘吧，也许他们会和蛋糕装饰在一起。哦，我们去看看托盘吧。只看到一些贝壳和海星呢，字母在哪里呢？啊哈，我找到了，字母 A、B 和 C。我想字母 D 一定就在这附近。哇，我找到了，字母 D 在甜甜圈上。让我们把这些字母放到拼图上吧。 A B C D， 哇，我们找到了，接下来我们再去客厅找找吧。哇，我找到了字母E。我又找到了一个字母 F， 下一个字母是 G， 你能看到它在哪里吗？我没有看到它。哦，这是谁的尾巴？哦吼吼，鲨鱼宝宝，字母 G 在这里，是鲨鱼奶奶给你的。哇，我找到了，谢谢你，鲨鱼奶奶。下一个字母是 H， 但我觉得它不在这里，我得去其他地方找找看。鲨鱼宝宝，如果你能正确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就给你字母 H。House 的另外一个词是什么？另一个和 house 相同意思的词，哦，我知道了 ，H O M E 家，对不对？哇哦，太棒了，鲨鱼宝宝，你好聪明，给你字母 H 吧。哇哦，谢谢妈妈。朋友们，我们回去把这些字母放在正确的位置吧。E F G H， 好的，接下来我们应该去哪里呢？没错，我们去我的房间吧。现在我们需要找到 I J K L。哦，我看不到任何字母。哦，这是谁的尾巴呢？一条绿色的鲨鱼尾巴。嘿嘿嘿嘿，是我，鲨鱼爷爷。鲨鱼宝宝，我准备了一些冰淇淋给你和你的朋友们，你们想吃吃看吗？我想吃。哦，是字母 I。它在冰淇淋的上面。哦，鲨鱼宝宝，那边在跳跃的是什么呢？啊哈，是字母 J， 字母 J 在跳跃。现在字母 K 和 L 在哪里呢？娃娃们，你们有看到字母 K 和 L 吗？
我们找到了，无尾熊娃娃给了我字母 K， 狮子娃娃给了我字母 L， 太有趣了。 I J K L。 哦，我们还没检查过浴室，我确定浴室里一定也有字母。哦，我已经找到一个字母 M， 接下来我们要找字母 N。 嗯，它会在哪里呢？哦，字母 N 从报纸上掉下来了，但是报纸后面是谁呢？有人放屁然后跑掉了，让我们先找字母 O。 嗯，它会在哪里呢？哇哦，在这里，字母 O， 我们把它放到拼图板上吧。 M N O。听起来像是我的朋友们，一起去看看吧。哦，一条尾巴，这是谁的尾巴呢？噔噔，吓到你了吗？我是鲨鱼宝宝的哥哥，鲨鱼哥哥。我是鲨鱼宝宝的姐姐，鲨鱼姐姐。我是鲨鱼宝宝最好的朋友，威廉。鲨鱼哥哥，鲨鱼姐姐，威廉，我以为你们忘了我的生日呢。嗯，我们怎么可能忘记呢？鲨鱼宝宝，你怎么不捡起那个字母 P 呢？哇，我找到了字母 P， 但这是什么？这叫做皮纳塔，如果你用棍子打破它，就会有一个惊喜出现哦。哈哈。哼，哈，哇哦，有好多好吃的糖果，而且我还找到了一些字母 Q R S， 我们一起吃糖果吧。鲨鱼宝宝，我想我们的下方有一些字母呢。哦，那是什么呢？哇，是气球，那里面还有一些字母。我们去戳破气球，把字母拿出来吧。一，字母 T， 然后是字母 U， 最后是字母 V。 哦，鲨鱼宝宝，还有一些朋友躲在这里。你说的对，我找到你们了，朋友们。生日快乐，鲨鱼宝宝。非常感谢你们的到来，现在让我们去开派对吧。耶！大家都到了，我们开始欢乐派对吧。生日快乐，鲨鱼宝宝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耶，鲨鱼宝宝生日快乐。真是太感谢大家了。鲨鱼宝宝，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些礼物，你想要打开它们吗？当然要。WXYZ， 哇，我们找到了所有的字母。哇，这是我想要的游戏机呢，太谢谢你们了。
胖胖虎。